应该讲，我对阿拉弄堂里向早浪向是比较熟悉的，因为我老早读书辰光有得只习惯，就是讲早浪向做功课。早浪做功课呢，假使起来了早，譬如讲功课比较多，葛么可能四点半就要起来了。搿辰光呢，会得听到搿送牛奶的声音，清铃哐啷。搿辰光牛奶瓶在玻璃的嘛，每家人家呢就讲门口头有得只牛奶箱啊，前头天夜到那个空的牛奶瓶摆了里向。随后早浪向呢，这个送牛奶就拿空的牛奶瓶收它，随后拿这个新的牛奶摆进去。搿辰光牛奶瓶呢，这个盖头还勿是盖头，是搿种像牛皮纸一样，然后包辣海，随后是跟绳子扎起来的，老复古的。现在来看，阿拉老早牛奶箱侪自家做的，拿起搿种木头几块木板拼起来的，随后钉辣这个墙壁高头。咁么，每家人家牛奶箱侪不一样。咁么，做好之呢，高头要写好门牌号头，或者写个姓氏，就是哪一家的牛奶。总归我记得搿辰光，送牛奶搿个人侪比较记性侪比较好。伊就因为可能天天送嘛，也比较熟悉了，就是搿家人家送几瓶，那家人家送几瓶，伊侪晓得。对伐？随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增加，咁么我做功课的搿个速度也要加快。因为必须要来到一个出门前头，拿功课做好嘛，对吧？慢慢就呢，就听到哟，有这种窸窸窣窣拉窗帘啊，或者是开门啊、开窗啊声音。早浪向是老闹忙啊，譬如讲这个外头这个水龙头的声音了啥？因为老早的卫生间啊，包括到屁股啦啥，侪是公用嘛，就是几家人家一道用嘛，擦米啊、刷牙齿啊、啥烧饭啊，就交关声音，老闹忙。